我已经找无头路，包括赖院长那边，拢是你妈在变鬼，伊已经清嘴到我心人啦，伊讲伊自头到尾拢无介意我，想要甲我挂出去，那恁即马阁用同款的拗波来对付我，敢有倒位奇怪？迄叫做理由，唔是叫证据，敢若叫做看到我眼就开枪啦。现在又你妈有前科？ 我无需要一个想要伤害单青人伫遮咧假情假意啦。我是无说你，你搁讲你无说你，你拄则已经掠狂啊！我上看袂起，就是伫咧查某人面头前掠狂的查某人啊！你犯错无？你落火啊！啊，拄则屏风冲着，这无啥。袂安尼，我即马带你来个处理。 不是廖凯宏，那你即马受伤的，就是单亲啊！我到底是咧从啥？恁国甲单亲的婚姻是假的婚姻，是假，只是一场交易，目的是要安慰恁爸爸。所以我若是真正介意单亲，我完全会当光明正大去追求伊。安尼你有了解无？加上句。 是讲我唔知影这是假的婚姻哦，啊，不过你嘛卖笑损我啊，因为伊甲阮哥的婚姻哦是合法的，是有法律保障的。你若是敢追究阮嫂啊，阮哥就会告你侵犯配偶权。好啊，来就来啊，你就是讲我真正惊恁个性。好啊啦，恁两个卖一见面就搁冤家。 秘密武器来啊啦！什么秘密武器？赢啦！赶紧来准备啦！赢啦！拄只只身讲秘密武器，我俩总共是伫讲生肖，敢是真的？外女神，伫遐！我要找的就是这种。 会当保养又不吃妆的商品，结果就在这，给我找到啊！只要5分钟，我就会当给我的女神 upgrade。我会当用遐尼紧的速度完妆，拢是因为紫瞳用精英医美的面膜料哦，和皮肤的状况。 稳定又搁好吸收，妆感也更服帖。精英医美的产品哦，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。我唔呐替真侪 model 艺人使用，我嘛推荐给大家。哇，今麦票选已经出来哦，最佳人气奖就是精英医美顶级丝滑内里面膜。 是林子生伊妈妈威胁你。哎呦，我哪里都讲出来，佮伊妈呛声讲，谁讲出来，谁都要罚钱。你即马听过就准拄煞，千万唔通讲出去。但是，我希望你将这件代志老老实实甲我讲，无你教，我会当甲你斗相共。 是啊，你竟然安尼威胁你，这根本就不平等条约嘛！你若是赢，替因一团趁钱；啊，你若是输，就爱你净身出户，伊嘛无损失，等到有理由甲你赶出去领假。
根本就很够够啊！我当然知道因在为难我，啊，不过我嘛敢会当接受啊？你要接受啥？无需要再了你命，过去帮我出来。你有阿姨，啊，还有我，我来保护你。我当然知影，啊，不过不是真嘛。我袂当让伊骂，看我骂无，至少我爱做甲好精英集团，感觉我不可或缺的时阵，我才离开。安尼我骂才有面子。好啦，既然你都已经决定啊，你就放手去做。但是我要跟你讲，以后若是拄着什么问题，你随时来找我，我永远是你的靠山。多谢你。我偌好你，你跟我冤枉，我出国的叶佩，格斯蒂拉为阮精英医美集团恶过来好你，为着就是爱你好好利用伊，把宋丹青压落底，结果呢，死无大见，即马国好意思来甲我讨叶佩，我无叫伊赔偿，一定真好啊啦，什么百万网红？我看根本拢是灌水的，我真正为着要甲我压落底，所以甲 Stella 拗走。是你好用车 Dennis 来徛台，啊无伊哪会输去？结果你搁爱做白工，伊当然嘛唔甘愿。唔甘愿的人应该是我，伊害我赢袂过宋丹青，啊即嘛，伊搁放话我乌阮精英医美，哼，伊真正惊唔知路啦。哎呦，讲话就讲话啦，脚来手来是啥？后边啦，啥后边？后边啥？因一定有足侪话要讲，去我办公室讲较方便啦。让我随安尼公报私仇。对啊，对啊，我就是这个意思。那损失一寡业绩，会当赶紧把这个祸水赶走，我认为就有价值嘞，总比给伊留落来养虎为患较好。我真正是听袂落去啊！你讲单亲是会嫁人的好，你敢知影伊为着这个外人，伊做了偌济代志？不过真正真希望我是伊才好，我若真正是好，我就袂乖乖伫咧遮，互人糟蹋两滴。阿姐嘛，你伫咧子孙的面头前假可怜，啊，伫我的面头前用心机啊，免白了讲啊啦。若要讲心机，我甲你还佫差真远。你袂记啊？之前你用奥博设计话，互我找无头路，这件代志敢有需要我讲一解，甲你提醒？算了，你讲啥？你的意思是讲，阮妈之前就捌对你做过这种案件伤人的代志？你问伊啊。麦迪啊，为啥咧有袂乱讲？哎，这个太太，你讲白菜，面都袂红哦。这件代志，单亲之前就伫个恁后生面头前讲过啊。只是为着要维护你，就当作无这件代志。是非不分，就干那知影护短，不是爸爸是啥？是你讲啥？哥，这个代志你若是拢知影，算拢无替说话出头，我真正是靠你无。之前我搁掠准讲你是一个维护囡仔的好妈妈，我今嘛才发现你卑鄙、无体、恶质、自私自利。喂！你若跟他顶两个单亲，你有搞计划吗？我的手，我的手，谁人出这尼啊大力啦？你都把我的手咬断啊啦！快断啊！你在创啥？我嘛可以出来听，我根本就无出来。志胜，
你拄则嘛有听到啊？迄宋丹青讲遐尼侪大逆不道的话，伊根本无把我囥伫咧间内嘛，你拢无爱听我讲话啊？这太太，你真正足厉害呢，因为那混啊有扣，伊摇搬白贼阁好讲，而且你的三观嘛有真大问题，你一个做事大无事大款，阁唔问人家做事实，爱尊重你啊，笑骂人的嘴啊！这是我林家家来事，跟你什么敌对啊？我嘛全心全意为着这个家，即马甲丹青有误解，就要靠时间化解。阿姆哥丹青受着委屈，不管什么委屈，就不应该大家讲这么重的话。你敢确定你妈对我这种变态的怨恨是时间会当化解？妈对你有意见，因为从来无让过伊，一见面就打，一见面就冤家。你敢有试过，小可体谅伊一下？无，因为你甲我看到，伊对你无好，然后无限放大伊的唔对。林子胜，之前我搬入去恁家的时阵，你讲我若受委屈，你会保护我。今嘛嘞，今嘛我受委屈，你爱我忍，你甚至爱我体谅伤害我的人。我今嘛有真正无法度不同意我妈讲的话啊！恁林家就是讲一套做一套，你根本素未不分。爸，你在做啥？安怎？阮囝为何啊？伊是有孝啊，有啥物唔对？无顺你的意，你都甲伊讲个遮尔啊歹听？你讲袂赢，你就出去拍啦！你到底是凭啥物啦？因我是伊的大哥，宋丹青，你是林家的新妇，你伫个大哥，还佮有老公的面头前，你只属另外一个查甫人来替你出气，咱两个人，佮我佮遮尔啊亲密。你袂感觉见笑？这拢是你妈妈甲你教的。我真正是听甲无啥啥。拄则你讲我叫祸水，啊！你佫讲我叫迄个查某，即摆忽然间我佫变恁林家的新妇啊！我那叫你一个新婚啊！你是毋是神经有问题？还佫有，若袂讲着身教，至少我妈袂伫个囡仔面头前做遮垃圾代。你甲我妈根本就袂比的，莫讲来互我笑啊！宋丹青，你妈妈妈妈，你到底是怎啊？你是怎么这样失控了？你是谁呐？你是要造反了是？哥，你去甲啥船走啊？等他们离婚，你就是我太太，等下再去讲。凭啥？凭啥你一句话我就甲你做伙转去？就因为咱有婚姻，我是你的太太，我就要把所有委屈都吞落去。凭什么我即马跟你回去，让你跟你妈糟蹋？这是什么道理啊？无唔对，就凭你这款愚孝的态度，就算讲丹青愿意跟你回去，我嘛未同意。丹青，咱来走，这款婚姻卖掉。妈，你是好阿妹啊！我为了保护你，莫让你流血，讲话伤害丹青，那是我根本无想要讲的话呢。刚刚无够，这下我嘛成黑位啊！那不是你为何嫂啊？嫂啊，真正想过冤枉，想过可怜啊！妈，可别拜托你，莫不只有话无来破坏顾家嫂的感情啊！因就因为契约。停手。你是安怎要阻止梓潼讲话啊？你是有啥秘密？伊拄则讲契约，你甲宋丹青是有签啥物契约？你老实讲。妈，因为你私底下创空，互 Stella 破文不好经营，即马一挂厂商因为这件代志，伊又加咱合作，规大堆契约等我要处理啦。还有干完了吼。